真的很想念打 PS1 和 PS2 的感觉。但是这是我有新的礼物了。又是神秘人啊，怎么你又来了？因为导演叫我放野嘛，所以我就做一个什么的角色咯。又有新的礼物，这么好哦。黑白电话战友们，我是战神律师。那今天做我们的开箱惊喜时候到了。开箱惊喜啊！这次我开这个啦，可惜我没有坐姿，因为我家里很穷，我要顾我老婆，又顾我半个孩子，顾我80岁的老母亲。为了钱，我愿意卖掉我的桌子，然后再买我新的东西给你们看。我真的很想一哭二闹三上又压。没有啦，开玩笑啦。只是我的桌子给我妈妈借了，没有关系啊，我们照样开。嘿，夕阳观众，这边有一个红色的板凳，跟那一把大打钮，哇，下去你就成为了新战友。这一次我的道具就是一家啦，这么坏蛋啊，这么坏蛋啊，这么坏蛋，这么坏蛋，这么坏蛋。没有啦，这是新开一张道具。嘿，喂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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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一条了。哎，好像蛮好按一下。其实下面我没有 control， 因为有点不惯嘞。哎，我习惯用这个来按。哎，好像蛮不错哎，它按感呢比较好用，因为蛮好按下，又容易。这个按感我觉得做得蛮好一下，另外一个应该是要两个人试玩比较好玩一点，看我怎样玩对打。好了，今天我开箱到这边，好了，影片到尾了。如果你超级中级超级无敌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按 like 去给我看。如果你是看上去的朋友，记得可能一起上方可能给我，谢谢，放心，这个我搞方就可以了。如果你能跟我讲吧，我只要用 control 它就可以了，没有开玩笑吧。好了，等微信吧， ciao。